Little Fox， 认识动物十四，响尾蛇。哦，你是谁？我是响尾蛇。响尾蛇是爬行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在美洲。响尾蛇喜欢大草原、树林和沙漠。你尾巴上的是什么？那是我的响环。我们用响环告诉敌人不要过来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小动物。我们喜欢吃兔子、老鼠和土拨鼠。你们怎么找吃的？我们的舌头长得像叉子，它帮我们闻到小动物。我们能感觉到小动物的温度。你有很大的尖牙。我们用尖牙来咬东西，咬一口就可以杀死小动物，然后我们吞下整个动物。响尾蛇蜕皮吗？是的，我们会蜕皮。我们在石头上活动身体，让蛇皮变松，然后我们从旧的蛇皮里爬出来。再见。再见，响尾蛇。